输了，继续学习。再说十年也是那样的。哎，他老是会的对句，刚才对句不完了。拉住了。来说吧，我在下。看来一会儿下完了，我还接着来呢。来嘛，我叫他下。咱俩先不打时间了，我那下午您聊。
不打实战的咱俩。不打实战，我羡慕你了，羡慕你。所以当最后那一盘棋不打实战，不打实战，你看我就输了。那打时间，我能拿时间能卡点，没不打时间，时间卡不住。一点都快两点了，对。去重庆。对句都没法对了，我看你这些对怎么办？搁麻糍儿，包谷。给你换。我操，这家伙在这儿，我操！你将军还有司马的钱？还有司马的钱？退步炮打退，找不起来信号，来点木质力量吧。
就叫他来个象。来个象子。打下不挺好的吗？打一个，嗯，没嘛劲儿了，好像。现在也没嘛劲儿。一花二打了四马，哟，他下去了。这个是打上，残局。我说你白上来干嘛了？有事儿啊，你俩都剩十来秒了，可是这个手机屏幕显示不是白。那情况现在是，看的意思韦帝够厉害。韦帝卯劲卯了七八盘了。啊，差了。先泡猪呀，去泡猪呀，太有你家炸死娃娃了。嗯，去泡猪战场够用。就泡猪赢赢球。还有杯子吗？能不？那都水喝去。你找着吧，应该是有。那个水池在那儿，有没刷的杯，刷上。这个好像一直应该多方合适。打局又打好了。那这出老将怎么改？还能做啥？哎，完了，峰哥来。
这些功能。干嘛？干嘛？抓你！气吧，然后交的有点伸不开腰，对吧？嗯，走吧，也是个思路啊，是不是？有点伸不开腰啊。这个竹子耐心儿。嗯。竹子耐心儿啊。汽车。怎么汽？打了，再滚个枪。嗯，你砍那个，对吧？有这现象。那这竹子不都白给你？对不对？这一个。伸手。吃的这躲你哪儿去？这一躲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中炮，再硬吃，硬吃，硬吃一打，哎，拱吧，
不行了，交了。哎，没。泡了哈，拿完了，我完了，这还有，这还能走吗？坏了，一尺，小饼。
好，你重来吧。十点。嗯，一个看一个，看吧。试一下。瞄上。这还能好，于是真行。吃一个，对吗？你不能吃一个。是不是？你不吃一个。啊，我过来。别长江，长江不行。还挺早是吧？还能走。